女公子想什么呢？怎么穿那么少？是程夫人不舍得给你衣服穿吗？想活命的话，上车。哎，女公子，咱不能随便上外男的马车。在半夜再走，怕是不安好心。他不是不安好心，他是有病没心。走快快快！哎，女公子。你这苦肉计，使得颇有些自损八百啊！什么苦肉计？袁公子，莫要给人随便栽罪名。在我面前还装？听说王陵连豫章郡主的生辰晚宴都未曾出席，足见伤得不轻啊！你放手！不过，即便你要对付他，也用不着自残啊。 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也不怕他，大不了以后社交邀请，我不去便是。原本家母还想过两日邀你，邀各府女眷过府赏梅。赏梅？嗯。你该不会是想相看我吧？ 这是我家不常用的紫鱼膏，不用感激我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伤有碍观瞻。这个不会毁我容貌吧？就你如今这副模样。 你真是刚从谁的车架上下来的？阿福让你先回去，说是阿母已经许诺只是罚你写字，其他事不追究了。写字？那还不如追究我呢。我想好了，我去投奔戚家子，去万府，阿兄们，再过两日阿母消气了，你们再来接我。刘芳，来，你跟阿兄他们回去，我走了。 林将军此次前来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万将军当真不知道，在下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吗？啊，大约是林将军得知万某喜欢收藏珍品，前来鉴赏一下。此话好说，我万家的宝贝。 林将军只要看上了什么物件，随便挑。蜀地堪舆图，万将军可否割爱？什么图？哼，逆袭图！原来林将军你也……蜀地堪舆图。
地堪舆图。凌将军此番如果是为这张图而来，那你就不必再说了。万某蜀地一役，若能得此宝图，早就称给圣上了，还烦您大驾来探查一番吗？当真没有？当真没有？当真不交？凌将军，这没有，如何交？